山陀儿台风过后，屏东东港迎王平安祭典是顺利在凌晨举办烧王船，也代表着三年一颗民俗盛事正式落幕了。整场的活动涌进了大批信徒，有趣的是，其中有车辆挡到了迎王路线，信徒们是合力将车辆搬起来移动到一旁，民众募集拍下 po 网，直呼超级厉害。口同声，口号喊起来，十几名壮丁超级有默契，合力搬车，连警察都来帮忙，帮忙开路、指挥交通，其他人也很配合。最后终于把车移开，现场欢呼声连连。谢谢了，大排档了。也很嗨，募集拍下 po 网，直呼超级厉害。屏东东港三年一颗迎王平安祭典来到最后一场烧王船活动，涌进大批人潮。由执事人员进行仪式，王船绕进陆上行舟，来到镇海沙滩上。清晨五点多，燃放鞭炮后，桅杆倒下，烧王船正式开始。造价千万的王船被熊熊火焰包围，象征将瘟疫灾祸一同带走。这一幕超级震撼。信徒涌进，纷纷拍下记录这壮观画面。有信徒甚至是第一回参加体验，超级难忘。尽管山陀台风一度搅局，依旧不减大家热情。八天七夜，东港迎王活动也顺利落幕。记者苏水平报道。